有学过一堂课，之后全部荒废了。我想专心开一家咖啡店，对，因为我很喜欢，就是客人来我的店里面，然后安安静静的喝一杯咖啡。每天就是最低就是从50-20开始，小四喜那天一壶的小四喜之后就睡一整天。我知道放那个泡。过年，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地方都不能放炮了，就放别的炮。新年快乐，然后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都可以支持我的专辑，很好听，谢谢。结束了吗 ？OK， 好。